2-3年前去检查哈，他说有一点脑，有点萎缩，萎缩就是记忆，当然老了记忆都有减退嘛。那要吃银杏那类的吗？啊，就要吃银杏那类保养品。我家有种银杏树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一样绣花跳舞，叫我去也笑。你我偌济皮，你跟你生。啊，无你这波菜色个咧，各个后各个合作个去，啊，你也学我去。我拍十波上去，你有七八波。这是真的导演。你最怀念就讲哦，伊加戏个时迟到，你去啊，不要下节欢迎美国。追街哦，对不？你骂我哦，因为我在加戏嘛，加很多。这你要会记哦，哇，啊你会记哦，好啊。等到我去了，他才说收工。还有一次是去了，还说好拍了卡梅拉，我听得懂吗？有没有袋子？那个时候影片很贵，他就一去假装拍一个。周游记性非常好，就他什么事情他都记得非常清楚。那就为什么有办法，就是阿哥的记性都这么好，就是这么的厉害。笑人青春啊！对，会不会对啊？就是都保持的。我因为也是电视节目、连续剧做太多，我都先看小说，看好哦，《茶花女》我看了，然后再来改编为《梨花泪》，就这样。剧本讲太多，看太多，所以差不多都记得。因为一家人都从事这个影视工作，他不停的脑筋要动，所以阿哥现在都没有智力会，就是那个记忆力。没有，我2-3年前去检查哈，他说有一点脑有点萎缩，萎缩就是记忆，当然老了记忆都有减退嘛。那要吃银杏那类的吗？啊，就要吃银杏那类保养品。我家有种银杏树。看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巴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